好，我是大木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晃晃，我们是肉食动物。我来讲漫才了。哎，晃晃，哎，我们已经讲过白雪公主和灰姑娘了。是的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？啊，我演的都是女生啊。还不是因为你想演啊？没有没有，我其实挺想演一个男性角色的。啊，那你挑一个。《水浒传》啊，好呀，好。白雪公主倒拔垂杨柳。鲁智深，白雪公主倒拔鲁智深啊！你就是想让我演白雪公主吧？《水浒传》你看没看过？我只看过武松打虎，那就演武松打虎，好吧？《水浒传》第二十三回，景阳冈武松打虎。哎，终于认真起来了。这一日，武松要回阳谷县，宋江摆下饯行宴，是夜饮至三更。贤弟，哥哥，五个六。那时候好像没有这个游戏吧？贤弟，哥哥，要走了，再打一圈吧。107杯啊，喝不了那么多好吗？哥哥，天色不早了，我们早点歇息吧。走开啊，谁要跟你一起休息啊？哥哥，天色不早了，告辞。留步啊，哥哥没什么送你的。嗯，慢走不送呀。你多多少少送点东西，哥哥没什么送你的。嗯，送你个毛线吧。你送我个毛线，有毛线用啊？哎，一定会有用的。告辞了，哥哥。武松别过宋江，出门做了核酸。那时候没核酸。不几日，来到阳谷县地界，但见前方有一酒家，酒旗上写五个大字：快吃润滑油。酒家还接广告吗？不断创新，让引擎持久年轻，适用于各种车型的道达二能源快驰润滑油，提醒你打虎不规范，亲人两行泪。那真有个广告啊？不是，人家上面写的是三碗不过岗。武松来到店内，换来小二。小二，客官，上好酒，健康嘛。都说了没那玩意儿，好吧？上酒，客官。哎，你的血腥玛丽呀。那时候好像没有这种酒吧？啊，小的糊涂。客官，你的血腥潘金莲呀。他是人名的问题吗？就一碗普通的白酒。客官，你的酒啊。等等等等等等，好酒，再来三碗。啥？三碗三碗。倒掉几碗？三碗三碗三碗。客官，你的18碗。你是个酒托吧你？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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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，告辞了。留步啊！啊，前方景阳冈闹了猛兽啊！还有我武松打不过的猛兽吗？哥斯拉呀！这个确实是打不过，好吧？那个前面是猛虎。前方景阳冈闹了猛虎呀，身长7尺，体重300，一脸鬃毛，肥头大耳。说的就是我吧？结账。武松别过店家，摇摇晃晃的前往景阳冈。摇摇晃晃。别咬我，念书。武松摇摇晃晃的前往景阳冈，一阵松风跳出一只吊睛白额猛虎。啊，武松瑟瑟发抖，猛虎大吼一声：不可以瑟瑟。你表情包用多了吧你？发抖。念书不要大喘气好吗？武松抽出哨棒，猛虎掏出手枪。这个差距太大了好吗？猛虎扑将过来，武松架住猛虎跳起了舞。没必要跳舞，打虎。一人一虎僵持不下，武松渐渐力不从心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武松丢出毛线引开大猫。我大哥送的毛线是真管用啊。武松趁其不备跳在了老虎身上，呵，老虎被坐死了。他没那么脆弱，好吧？武松摁住虎头，开始撸猫。都什么时候了，没这个必要了，好吧？武松三拳打死猛虎，呵呵呵，精疲力尽的武松取得一块大青石，沉沉睡去。自此以后，武松打呼传为一段佳话。够了呀！谢谢大家。你听好了。
我就要 XXXL。好的，先生要什么颜色呢？啊，你这都有什么颜色啊？您说下你的职业，我可以帮你推荐一组配色。哦，还有这样的服务是吧？我其实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上班族啊。那我为你推荐一穷二白、起早贪黑，还有面容死灰。你好，这里是沙县小吃啊。啥县？沙县。啥？沙？啥沙？沙沙沙。啥沙？沙。你好，这里是兰州拉面。好的，我要一份拉面。哦，好的，先生，那请问您忌讳什么呀？好，我忌讳唱歌，又会跳舞。这前女友把她的新婚贺礼扔向了舞台。哦，这是什么呀？标枪。他是要干嘛呀？渣男。我们 啊，现在应该先解决水的问题。好，哎，哎，我找到个椰子，找到个吸管。打不开吧？哎，我找到个椰子，我找到个电钻，没有电呀。哎，我找到个椰子，我找到个发电机。你找发电机干嘛？哇！皇后因为嫉妒公主的食量、美貌，把她骗去森林里采野花。公主采了菊花、兰花、太阳花，还顺便拔了棵垂杨柳。这些日子。我们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哦，确实。我呢，结婚，生子，还买了房，你呢，也在上班，下班，上班，下班，上班，下班，全是你的变化吧？我除了上下班啥也没干呀。哦，对了，我的新房子你可以搬过去住了。哦，终于有好事想起我来了。不过等我装修完，你就赶紧搬出来。大家好，我是大木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晃晃。我们是肉食动物。哎，大木呀，我最近瘦了。哇哦，完全看不出来啊。真瘦了，真瘦了，瘦了2斤。怎么脱发了？那就全秃了吧。啊，没，我就是最近啊，就感觉就是特别喜欢叫外卖。然后吃胖了。你是把外卖小哥吃了？我不可能吧。小哥，小哥，你能听我说话吗？我说了没有？我的意思是现在叫外卖太方便了。方便吗？对啊，很不方便吧？你不会遇到很多奇葩的事情吗？就你打个电话他就给你送过来了，很方便啊。怎么可能，我们来试一下。哦，好的。哎，你好，我想点一份外卖啊。有病吗？打错了。我不可能打错，我们得有对话，要有对话的。哎，你好，我想点一份外卖啊。欢迎来电，中文请按一，英文请按二。二。Goodbye。不会说英文就不要提供英文服务好吗？直接点餐嘛。哎，你好。啊，你好，我想要一份烤鸭。好，先生，听你这个声音，一份应该不够吃吧？听声音就听出来我食量大了吗？我就要一份。啊，抱歉，先生，单点不送啊。哦，那你这还有什么其他推荐吗？我们还有佛跳墙。哦，可以来一个。先要哪款呢？我们有如来佛跳墙和弥勒佛跳墙。太详细了吧，先生。如果不喜欢呢，我们还有仿佛跳墙。仿佛跳墙，就他仿佛要跳又仿佛不跳的样子。这到底跳不跳嘛？薛定谔的佛嘛。先生具体要哪款呢？你这个菜太奇怪了。你这样吧，我就要两只烤鸭吧。哈，先生，我跟你说了一份不够吃嘛。这你们店的规则问题吧。啊，先生，请问送到哪里啊？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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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地址会有人知道吗？啊，我想就是示意一下，大家应该都懂的。啊，好，马上送到。靠靠靠。哎，你好你好，请问是别说话吻我的唇先生点的餐吗？没必要起那么非主流的名字，你跟我形象有关就好了。靠靠靠，先生点的烤鸭。稍等，我帮你骗一下好吗？先生，你点的烤鸭，现切的呀？你有这功夫，不至于送外卖了吧？拿好。哦，还有我们店长为你画的小画啊。哦，是一只可爱的小老虎吗？是《清明上河图》啊。我不要《清明上河图》啊。啊。哎，这个酱怎么撒了？啊，不是我弄的。不是你弄的，谁弄的？跟观众没关系，你帮我处理一下就好了。拿嘴吗？你拿纸擦一擦好不好？有道理。擦嘴啊，你该擦碗吧。啊，大木，哎，你演得太奇怪了。你这样吧，我给你做个示范。所以现在是我要叫餐吗？哎，对对对对，好吧。你好，这里是沙县小吃啊。啥县？沙县。
啥沙啥沙沙沙沙啥啥啥是是啥？你好，这里是兰州拉面。好的，我要一份拉面。哦，好的先生，那请问您忌讳什么呀？好，我忌讳唱歌，又会跳舞。跑这秀才艺来了吗？先生啊，我是问你具体还有什么其他的要求？可不可以帮我画一幅那种小画？哦，可以，没问题，先生。麻烦你帮我画一幅《清明上河图》。我画不了，我画不了。啊，你赶紧送过来吧。哦，好的，先生。那请问送到哪儿啊？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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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住在同一个地方？不行啊！我的天哪！这两个巴拉巴拉不是同一个地址啊！赶紧送过来吧。靠靠靠！稍等啊！咔咔咔咔咔咔！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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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嘎！地址哥，先生，你是住防空洞里了吗？啊，巨蟹座比较没有安全感。哦，先生，你点的餐。哎呀，别玩了，大哥，别玩了呀！小胖子挺灵活的嘛。等一下，你是不是偷吃了？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胖子呀。太没礼貌了吧、哎、再给你拿一份，先生。先生，20块钱你怎么支付？拿拿20块钱有必要拿支票吗？我的签名照啊。我要你签名照也没用、哎、先生，最后一份了啊。哎，先生，请问家里有什么垃圾需要帮您处理的吗？先生啊，请问还有什么其他的垃圾吗？啊，老婆老婆老婆是垃圾吗？把垃圾拿过来。哦，吓死我了。来，这是我儿子。你够了吧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木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晃晃，我们是肉食动物。哎呀，晃晃，哎，今天我们要聊聊爱情。对，你期望中的爱情应该是什么样的？我其实特别想体验那种偶像剧里的爱情。哦，这个我熟啊。是吗？就是那种恋爱之后，然后发现家族破产，郁郁寡欢，流落街头，被车撞到失忆，去医院查出12种癌症，要输血的时候发现你的女朋友是你失散多年的亲妹妹，这种吗？这也太惨了吧。偶像剧一般都这种设定了。太惨了，我说的是偶像剧里面美好的一面啊。比如说，就我们相识在校园的图书馆，我们挑中了同一本书，手指碰到彼此，然后四目相对的那种爱情。这种？对，这样陪我演一下好不好？演这种吗？哎，陪我演一下，好吧？啊，哪本？啊，不是，哎，这本不是，这本不是，那本碰一下呀，要碰一下呀，我一定要碰、啊，当然要碰一下了。老公，有人耍流氓、啊？结婚了吗？演个单身好吧？好巧、啊，好巧啊！我们有一样的胡子。演个女人好吧，演个女人啊，性别也要卡这么死吗？当然啊。啊，好巧，好巧啊！你也喜欢这本书吗？哦，可是就剩这一本了。我的，让一下好吧，让一下。哎，你也喜欢这本书啊？啊、哦，可是只有一本了。嗯、那给你吧。好的。来回让一下好吗？来回让一下呀。你也喜欢这本书啊？哦，可是就剩这一本了。那给你吧。哦，还是给你吧。好的。你这完全没有要让的意思呀！偶像剧嘛，一般开头都是这样了。哎，邂逅作为偶像剧的开头确实没问题啊。那接下来就应该是我们浪漫的婚礼了。那你觉得什么场合比较适合呢？我想找一个特殊点的地方，就是可以追忆青春的那种啊。这种啊，欢迎大家来到二位新人的婚礼现场。你是主持人呐？今天二位新人别出心裁的把婚礼选择了校园操场。谁会在操场上办婚礼啊？你不是要追忆青春吗？哦，合理合理合理。现在向我们走来的就是家属方阵。还有这个环节呀、啊？走在方阵最前列的是男方98岁的奶奶。我奶奶太健康了吧！这身 JK 制服显得奶奶格外的俏皮。我奶奶太敢穿了吧！接下来向我们走来的是男方前女友方阵。
吗？这是一个一乘一的方阵。一个人也没必要是方阵了呀。你的前女友把她的新婚贺礼扔向了舞台。哦，这是什么呀？标枪。他是要干嘛呀？渣男。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新娘登场。现在以百米速度向我们跑来的就是新娘。太快了，跑过了呀。又回来了吗？至此本次婚礼已经过半。接下来进行本次婚礼最重要的环节。哦，应该是那个交换定情信物了。广播体操。广播体操跟我们婚礼完全没有关系啊，进行下一个环节就好了呀。我这里有一个新娘想要问新娘的问题啊。哦，好的啊。如果新娘和你妈妈一起掉进大海，你要救谁？救新娘。哔哔，错了。救我妈。哔哔，错了。那到底救谁啊？救救大海吧。这是什么题啊？环保知识测试题。这个题跟我婚礼完全没有关系吧？接下来有请二位新人交换定情信物。哦，好的。男方掏出了他胆结石定制的戒指。钻石。男方从他胆里掏出了钻石。从兜里。男方从他兜里掏出胆。我为什么要掏个胆啊？象征爱情的勇气啊。从兜里啊掏出钻戒。新郎掏出了钻戒。有个人尖叫了。啊，戴在了女方的鼻子上。戴手上就好了。好了，有请新娘交换定情信物。哦，哎，这是什么呀？满满的一缸金鱼啊。哦，金鱼，这是希望我们以后的日子金玉满堂是吧？啊，不是啊，他只想说你啊好多鱼。这完全不是他想说的，是你想说的吧？婚礼到此结束。啊，婚礼之后啊就应该是我老婆怀孕了。哦，这么快。哎，然后我在产房外啊焦急的等待，这就迎来了偶像剧的结局。哦，要结束了吗？哎，对对对对对。哦，医生，麻烦你了。啊，我不是医生，我是来送桶装水的。康枪，蹲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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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蹲。没必要演这个角色吧？演个医生就好了呀。哦，医生，麻烦你了。放心吧。啊，深呼吸，用力，深呼吸，用力，深呼吸，用力，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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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先生，先生，恭喜啊。哦，这是我的孩子啊。好丑。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啊，刚不是我说的，是你的孩子对你说的。孩子怎么可能说话嘛？先生，小心你的孩子。哎，我可以亲他一下吗？当然可以了。先生，你拿反了。我怎么可能拿反嘛？先生，小心你的孩子。哎，我可以去看看我老婆吗？当然可以，这边请。老婆你辛苦了。你瞎吗？我是医生啊。老婆你辛苦了。我是护士。请问你是我老婆吗？怎么，老公你失忆了？没有没有，老婆你看这是我们的孩子。哇，跟我长得好像啊。是啊，你看我们仨有一样的胡子。够了吧。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弹幕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晃晃，我们是肉食动物。哎，弹幕呀，你有没有想过啊，如果某一天我们被冲到了一个无人岛上的话，该怎么办？先跟老板请个假吧。请什么假呀？我说的可是荒岛求生啊。这个也太难了吧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这个练习一下啊。对，就假设我们现在被冲到了一个无人岛上，然后我们在这个沙滩上醒来，好吧。我们这是在无人岛吗？肯定是啊，你看无人机、无人车，还有无人超市。太现代了吧。要一个真正的无人岛，好吧。我们是在无人岛吗？肯定是啊，你看那个牌子上写着无人岛门票20啊。旅游景区嘛，荒岛，荒岛求生，好吧。我们是在无人岛吗？肯定是啊。哎，你是啊，来营救我们是吧？好，谢谢啊，晃晃，我们得救了，赶紧走吧。太快结束了呀。还没来得及练习呢，好吗？哎，我们现在在无人岛，好，所以第一件事情啊应该是搜集物资。啊，我找到一盒火柴，我找到了一只蝴蝶。春游来了吧？春游嘛，啊，你找点有用的好不好？好。哎，你找到什么？找了一个叫贝尔的老外。来呀，来，太有用了呀！有了它，我们没必要冒险了吧？
你能不能找点有意义的？嘘，哎，你找到什么？我找到了人生的意义。早干嘛去了呀？我们 啊现在应该先解决水的问题。好，哎，嘘，哎，我找到个椰子，找到个吸管。打不开吧？嘘，哎，我找到个椰子，我找到个电钻，没有电呀。嘘，哎，我找到个椰子，我找到个发电机。你找发电机干嘛？没有这些，没有这些，你干脆找艘船好了。啊，有船吗？没有船。对呀，而且现在椰子是不够的。哦，如果要是能下雨就好了。哈，还好我有它呀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太平洋小岛上的蝴蝶扇一扇翅膀，拉斯维加斯就会下一场大雨啊。拉斯维加斯下雨跟我们这儿没关系吧？哦，要这里下雨吗？当然啊，我来呀。哦，老婆，我永远爱你。咔嚓。渣男发誓吗？水的问题解决了。这个雨下的也太巧了吧。哎，那接下来啊，我们应该解决火的问题了。哦，哎，正好刚才捡了盒火柴，但是被雨淋湿了吧。哦，对哦，这时候如果有火机把火柴烤干就好了呀。有火机没必要要火柴了呀。哎，我们试一下嘛。有火机还有火柴干嘛？果然是火机更有用吧，对吧？最后一根了。我的生日愿望就是希望有一个火机。灭了呀，许什么愿望啊，现在只能用石头来打火了。玩什么石头剪刀布啊，而且明明知道我说石头你也会输嘛。哎，现在火解决了，那接下来我们就应该解决食物的问题了。哎，对，捕鱼是吧？你觉得这个格子桌布怎么样？你铺什么桌布啊，现在是让你去捕鱼。好，让你去捕鱼啊，贝尔。没有贝尔了，现在啊，要是有一个网就好了。我带了呀。你是穿着网袜上岛的吗？我无人岛了还带上这种设定干嘛？来来来来来来，哎，真的有鱼哎，啊，还有螃蟹，还有龙虾，还有龙王。怎么会有龙王啊？你刚为什么不下雨？为什么不下雨？龙王了吧。哎，你看啊，今天我们就有一顿海鲜大餐了。哎，但是我海鲜过敏。哎，早说呀，早说我们去森林里摘果子好不好啊？森林里会有食人族吧？食人族在无人岛早饿死了呀。对呀，你看，哎啊，这个树上有果子，这也太高了吧，我们把它摇下来好吧。摇我干嘛？摇树啊，摇同一棵树啊。啪嗒，哎，苹果，啪嗒，哎，香蕉，光机啊，榴莲，所有水果长一棵树上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大木啊，你看啊，我们解决了水、火和食物的问题了。对啊，温饱问题解决了。那我们接下来应该，接下来就应该挑起战争。你够了吗？好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木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晃晃，我们是肉食动物。哎，大木，哎，平时都喜欢在哪儿买衣服？现在一般都线上买衣服吧。线上吗？对啊，我比较喜欢逛商场。你还会喜欢线下吗？对啊。你不觉得那些服务员有点烦，会给你推荐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？那就是人家的工作，而且有时候他们过于热情。热情点很好啊。喜欢这种啊。先生，要不去我们店里看一下？哎，可以啊。出租车，太远了，堵我们家门口了吗？你在店门口欢迎我就好了呀。你好先生，欢迎光临维多利亚的秘密。内衣店吗？要一个男人的店啊。你好先生，欢迎光临贝克汉姆的秘密。夫妻店吗？你好先生，你这个消费能力好像不太适合我们店呀。怎么说话呢？你是服装店员，你要附和我。啊，好的。嗯，没事，我就随便看一看。哦，先生真是个随便的人呢。这句不用附和了呀。你觉得这件怎么样？哦，这件连衣裙真的很适合先生的。
我不会买连衣裙的呀。哎，这件多少钱？哦，6800，先生。哦，也就那么回事吧。哎，这件呢？哦，7200，先生。哦，也就那么回事。哎，这件多少钱？哦，这件，先生，也就那么回事了。瞧不起我吗？你想要便宜点的是吗，先生？可以看看啊，要不要试试我这条？我不会买你穿过的吧？也穿不上呢。哎，那个，你们这儿有没有那种穿起来显瘦点的衣服啊？哦，先生想买寿衣啊？太不吉利了吧？那先生想要什么样的风格呢？哦，我想要的风格就是那种高冷的，就是越高冷越好。哦，先生想要珠穆朗玛风啊？哎，会穿个山在身上啊？穿山甲呀。太冷了。穿什么山甲啊？这样吧，哎。你要帮我推荐一下好不好？好的，先生要试试复古风怎么样？哎，复古风可以啊。先生试下这边树叶，这也太复古了吧？不喜欢吗？啊，要不试试未来风？哎，未来风可以。先生试下这片树叶，这不还是树叶吗？邦邦钛合金的呀，这跟材质没关系吧？它还有一个特别未来感的功能啊，面部解锁。够不着呀！啊，还是不喜欢吗？啊，要不试试混搭风怎么样？哎，混搭风可以啊。先试下这件 T 恤，嗯，然后是马甲、牛仔服、西装、风衣、羽绒服，这也不是混搭风啊，这是热伤风吧？还是不喜欢吗？啊，先生，要不试试中国风怎么样？哎，中国风这两年流行。来，先试下这件肚兜，这也不是很中国风吧？稍等一下，还是条鲤鱼。哇，他们这个真的好甜啊，脸蛮符合现在的 style 啊。这是年画娃娃吧？您喜欢吗？我不要这种吧。不要这种吧？哎，我觉得这件就不错。哦，喜欢这件是吗？啊，从模特身上扒是吧？没有，另外一个客人呀。这客人太随和了吧？这是本店限量款，全球限量5000万件，太多了呀！啊，这件编号是00001，哈，一件没卖出去是吧？现在觉得怎么样呢？那我就要这件吧，喜欢这件是吧？啊，如果喜欢的话，请大声说出来啊！有跟衣服表白的吗？每件衣服都是有灵魂的，嗯，你要跟它产生爱的连接。来，我现在假装下衣服。哦，我喜欢你，滚！好，先生，这件衣服好像并不是很喜欢你。你想说的吧？我就要这件。哦，要这件是吗？嗯，先生要什么码的？没有 S M L C L C C L C C L。你是在嘲笑我吗？嗯，嘻嘻。你听好了，我就要XXXL。好的，先生要什么颜色呢？哦，你这都有什么颜色？您说下你的职业，我可以帮你推荐一组配色。哦，还有这样的服务是吧？我其实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上班族。那我为你推荐1920白、起早贪黑，还有面容死灰。太真实了吧，太真实了呀，蛮符合你的职业。我其实啊比较喜欢那种亮一点的颜色。有吧，来，人老珠黄。我就要这件了啊。好的，好吧。我们这有一个援助非洲保护动物公益活动，是否有参加一下呢？公益活动肯定要参加的啊。今天消费598元，每满100元呢可以免费领养一个非洲大象啊。我养不起吧，这个没法养啊。我们还有一个满减活动。哦，今天消费598元，满600可以减100。哦，这个可以参加啊！但是我觉得你们店的衣服都挺贵的呀。也有便宜的啊，12块钱一斤的鲤鱼，够了吧你？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木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晃晃，我们是肉食动物。哎，晃晃，哎，已经半决赛了，对，有什么特别想挑战的角色吗？我其实现在想挑战的角色挺多的，比如说超人啊、绿巨人啊、白雪公主啊、美国队长。白雪公主吗？对啊。要挑战白雪公主吗？我能演白雪公主啊。白雪公主大战哥斯拉。不要加与我无关的角色好吧。哥斯拉
我要演的是白雪公主，好吧？被嫌弃的白雪公主的一生，能不能演个原版，好吧？很久很久以前，白雪公主出生了。她刚出生时有足足300斤，太胖了呀，比我妈都胖了吧？她一天天的长大，成为了王国上下第一的勇士，美女吧？与此同时，在晃皇后寝宫，魔镜魔镜，哎，我在。Siri 啊，你要问他问题啊？谁是本次大会的冠军呢？皇后也看脱口秀啊？魔镜魔镜，谁是最美的女人？啊，白雪公主吗？又买到假货了呀！咔嚓，香，没必要吧？皇后因为嫉妒公主的食量、美貌，把她骗去森林里采野花。公主采了菊花、兰花、太阳花，还顺便拔了棵垂杨柳。这是鲁智深吗？就在此时，皇后派出的杀手出现了。咔嚓，你就是白雪公主的保镖吗？我就是白雪公主本人啊！我为你准备了一口棺材啊！不要杀我！哎，买小了吗？不要介意我的身材了，好吗？看起来瘦死吧！不要杀我！吃了我的减肥药，肯定会瘦的。瘦到死嘛！不要加这些没用的东西，好吧？咔嚓，准备瘦死了！我求求你放过我吧！耶！猎人因为公主令人发指的可爱而饶过了她。没必要加这个词啊！逃过一劫的公主遇到了小白兔，她开心地说道：“好可爱啊！”呵呵，一半红烧，一半煲汤，太残忍了吧！小白兔晃了晃耳朵，跳进了丛林。公主紧随其后，她躲过了第一棵树，躲过了第二棵树，撞倒了第三棵树，太凶猛了吧！白雪公主她继续奔跑，她跨过了小溪，跨过了树桩，跨过了高考分数线。白雪公主也参加高考吧？她继续奔跑，她跳过了小溪，跳过了树桩，跳过了广告。哪儿来的广告啊？懒人畅听 APP， 内容多，资源全，啥都能听，就是开心。还真有广告啊！白雪公主终于来到了小木屋前，她长舒了一口气，吹倒了小木屋。小猪的剧情吧，按正常剧情来啊。公主敲响了房门，靠靠靠，吱嘎，你谁啊？你好，我是白雪公主啊，我是小矮人啊。小矮人太高了吧，你矮一点好不好？靠靠靠，吱嘎，没有人呀，咔哒。啊，有人从二楼窗户吗？哦，下面啊。傻，没有人呀，咔哒。一楼门吧，哦，下面啊。吱嘎，没有人呀，咔哒。二楼窗户吧，哒哒哒哒哒哒。傻，没有人呀，咔哒。有人了，见一面吧，太累了。你好，我是一个七胞胎。不要说言言月的台词啊。公主和小矮人终于相遇了，他们开心的生活在一起。这一天，皇后要扮作女巫来毒害白雪公主。靠！你好，就是白雪公主吗？是，我这里有一个西瓜。没必要加大毒药的剂量吧，苹果就好了呀。我这里有一车苹果呀。一个就够了呀。我这里有一个苹果呀。这个苹果不会有毒吧？当然不会，咔嚓。皇后太傻了吧，你给我就好了呀。我这里有一个苹果呀。咔嚓。白雪公主吃了毒苹果之后陷入了沉睡，她的呼声吸引来了王子。咔哒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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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就是白雪公主嘛？咔哒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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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回来呀！至少带我走吧！你就是白雪公主嘛？滴滴滴滴，喂，搬家公司吗？我这有个大活，不派几个人过来好不好？叫什么搬家公司？救我就好了，救我！公主啊，快醒醒吧！快！你的假牙？我吐的是苹果呀！苹果吗？王子，是你救了我吗？对啊。
那我要嫁给你。哎，我草率了，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没有机会，你要娶我。在那个遥远的下午，王子娶了公主之后死了。怎么就死了呀？的心都有。时候翻页好不好啊？故事讲完了。你在讲的什么故事啊？被嫌弃的白雪公主的一生。够了吧？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是这样的啊，跟大家解释一下，那个大木呢，在现在在医院陪着他的爱人生宝宝。哦。对，所以就没办法参加这次录制了。对，但是来就在我来这个录制现场之前呢，他给我写了封信，对，然后我们现场看一下，好吧？晃晃，见字如面。哦，还挺有礼貌的。此致敬礼。就这么快结束了呀？因为我个人原因，没办法来到现场了。哦，生宝宝嘛，大家都会理解的。所以想和评委、选手以及现场观众道个歉。啊，这个是应该的啊。同时也想向手机、电视机和 ATM 自动取款机前的朋友道个歉。提款机的观众不会看到我们演出啊，没必要了吧。此时此刻我正在楼上楼下跑来跑去的办理各种手续。哦，今天来医院的人特别多。哦，医院的环境确实很嘈杂。为了不影响别人，我特意跑到太平间来写这份信。不适合写信啊，你找个别的地方好不好啊？这几天在医院，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老婆生产的辛苦。哦，确实生孩子确实很不容易，所以我刚刚给她拍了个灯。医院里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东西啊？还给她投了一票。不需要吧？我觉得我老婆值得一个冠军，冠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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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必要学大老师说话呀。反正以后我一定会好好照顾我老婆的。好，这个我应该向你学习。所以你也要对兰兰、丽丽、珍珍、莎莎还有 Jessica 他们好一点。没有那么多女人，我还是单身好吗？晃晃呀，哎，我们在一起合作也有反正挺久了。两年啊，你都记不起来了吗？这些日子我们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哦，确实。我呢，结婚，生子，还买了房。你呢，也在上班，下班，上班，下班，上班，下班。全是你的变化吧？我除了上下班啥也没干呀。哦，对了，我的新房子你可以搬过去住了。哦，终于有好事想起我来了。不过等我装修完，你就赶紧搬出来。想让我去工地帮你监工吧？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，在你右边的口袋里。哦，你生孩子还帮我准备礼物啊？看看里面是什么吧。哦，哎，什么都没有啊。所以你赶紧装钱呀。你就是想跟我要个红包吧？话说我的宝宝就要出生了。哦，对，新生命的诞生确实很令人期待呢。所以，我有一个不情之请。啊，我明白，让我做孩子的干爹是吧？没问题。希望你可以做我孩子的干哥哥。差辈儿了呀，我跟你孩子是同一辈儿的吗？以后我的父爱分你一半。拿我当儿子了吗？过去的这段时间里，观众对我们褒贬不一。哦，这个确实是。一部分觉得我们好笑。一部分觉得你不好笑。责任都是我一个人身上的吗？我想对喜欢我们的朋友说，谢谢你们。哦，谢谢大家。对不喜欢我们的朋友说，去找晃晃，
他家的地址是厦门市第五区罗马路432号官庙。不要把我家地址都说出来吧。想不到我们一路铁铁撞撞，跌跌撞撞，磕磕碰碰，磕磕绊绊呢，娘娘腔腔，踉踉跄跄，就走到了总决赛。成都，我们应该早就被淘汰了吧？观众朋友们，欢迎给我们来信。现在很少有人写信了呀。我们将从来信的朋友里抽出3位。哦，怎么搞得跟抽奖似的？分别送出如来佛跳墙、弥勒佛跳墙，还有仿佛跳墙。怎么又玩仿佛跳墙的梗啊？没错，就是仿佛要跳又仿佛不跳的那种。你不要讲第一期的段子了好吗？信就写到这里吧。啊，怎么就突然结束了？因为太平间里也太冷了。你还在太平间啊？你快出来吧好吗？晃晃呀，这里应该就是旅途的终点了吧。就让我们用第一次站上这个舞台的那句话来收尾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大木。大家好，我是晃晃。我们是肉食动物。